狗狗可以吃猕猴桃，但是不能长期或者是大量的食用。猕猴桃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 葡萄酸、果糖、柠檬酸和微量元素等成分，适量食用猕猴桃可以帮助狗狗肠道吸收，补充营养和水分，提高免疫力，还有改善便秘，清除体内有害代谢物，降血脂，抑制胆固醇等作用。注意一次不能喂太多猕猴桃，尤其是肠胃比较敏感脆弱的狗狗，可能导致狗狗呕吐腹泻，还会影响到狗狗的食欲。如果狗狗吃太多主粮以外的食物，容易造成狗狗挑食，导致狗狗营养不良。平时狗狗的饮食还是要以狗粮为主，适当可以喂点肉类、罐头、宠物零食等，增加食欲。